与往事情难收，寻寻觅觅只换人消瘦，梦回头泪已先流，看时间荒唐小说只停走。我盼呀盼呀盼呀能入梦，只盼一切都能够再从头，用一生的爱换一世执着，任凭你笑我痴狂如昨。愿此生能和你一起种下这一个秋，便只浓情一段到地老天荒，朝朝暮暮为你费思量。愿你能守着我一生一世种下的情果，明知真情难求，相思无人能懂，任凭这世间荒唐小说痴情走。我盼呀盼呀盼呀能入梦，只盼一切都能够再从头，用一生的爱换一世执着，任凭你笑我痴狂如昨。愿此生能和你一起种下这一个情歌，便只浓情一段到地老天荒，朝朝暮暮为你费思量。愿你能守着我一生一世种下的情歌，明知真情难求，相思无人能懂，任凭这世间荒唐小说痴情走。明知真情难求，相思无人能懂，任凭这世间荒唐小说痴情走。快出来了，进来了，你快点，再进来，快进来。这摆晒黄布啊，都没比阿玲卡歹呢。哎，你好像天生就干这一行的呢。行啦，进来。快快，还是好无啦。哎，好啦好啦，拢交予你处理啦。多谢谢，多谢谢。啊！早知道吼，也不要费这么大事过海去抓你。这不多的事，管婆啊，管婆要怎么样？还不都是女人？对了，侬赶快，侬赶快呢！哎哎哎，下来下来。玩家公子，杜子怡不是啥？少爷，多加一个啊，家你也回来。哦，这个是我那些公主哟。不会的啦，今嘛情形无同款的，至少目前是这样。大爷不知足，把他抓回去，太惹眼，会闹大。正题，我这头等待你，等待。进来，
事情啊，发生什么事情？看你高兴成这个样子，什么东西不是我。阿莲呢？阿莲，阿莲他已经回去了。阿莲都告诉我了。不是你害死我养伤的。阿莲他怎么会知道？那凶手是谁呢？是罗玉虎。阿莲都偷听到他们讲话。罗玉虎是谁？ 是抓我来的那个人，可恨的家伙，让我替他背黑锅。让你受尽折磨，不是他，是我要去找他算账。你不要去啊！我为什么不要去啊？你难道不想抱你养父的仇吗？至少你现在不要去啊！你就这样去，吃亏的只有你啊！那我先去官府。 澄清我不是杀人凶手。哎，天福哥，你坐下。干什么？这里是官匪不分，你去了，你简直是自投罗网啊！总不能让他逍遥法外吧？天福哥，我们好不容易到了这个地方，你看，我们在经过了千辛万苦之后，我很庆幸我还能够在你的身边，而且我们现在也来到了你梦里想来的地方，我真的不想再失去你。 这一切得来都不易呀！我们跟天真，跟地震，跟命运反抗，这一切的一切，不就是为了要活下去吗？可是现在居然发生了这种事情，我也不知道是喜还是忧。是喜，是喜，天福哥，至少他证明了你的清白。我们千万不要再掉进命运的陷阱里了。 我们一定要冷静地处理这件事情。我不希望再有任何人和事再来伤害我们。从现在起，我们要在这个地方立地生根。这件事情就让我们从长计议。天福哥，我想请你先替我做一件事。 替你做什么事？什么？开妓院跟赌场？哎呦，大爷，话不要说的这么难听。哎，我们也是正当经营，也可以弄个什么家外铺的。大爷，哎，你听过没有？胡龙。 嘿嘿，这个名字就不错吧？哎，对，这可是一百万利的生意呢。我罗玉虎做了这么多年，钱是赚了不少，可是大部分呢都交给那个陈大爷，还有关你那一部分呐。那么，你现在为什么来找我？对，陈某，你看得起我，认我这个兄弟。今天呢，我罗玉虎有话，我就直说了。 坦白说，最近陈大爷好像变了个人似的，这个你都知道。可是他这种做法呢，不但是断自己人的后路，简直不顾兄弟的死活。哎，他陈大爷家大业大，他可以这样呢，我们哪里受得了呢？
照你这么说，我倒想听听看你往后的做法。是啦是啦，对，这一阵子那栋房卡不是对你话死掉吗？只要登高一呼，大家都会来投靠。到时候兄弟们要我，我们也要我。当然，我不是去叫你去造他的反，只是呢，谁有本事，谁就当老大了。我不怕，我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了。这是什么样的祖宗家风？他们凭什么？他们凭什么这样对你？让这个字跟着我一辈子吧。我不怕痛，再痛我都会忍的。我怕你受不了，承受不起，会很痛的。你割了他，只痛一下子；你留着他，我会痛一辈子。来，快点来，快帮我割了他。Thank you.
过去。我从来都没有这种完全没有负担的感觉。给你一个温暖的家，一个可以遮风、可以避雨、可以保护你、不让你受任何伤害的家。不要住我，我要住用红砖造的房子，在屋子里有一群我们活泼可爱的孩子。这就是我的心愿。你不是说你不嫁给我吗？不嫁给我，怎么帮我生孩子？你现在不娶我都不行，我是非你不嫁。是谁把你弄出去？是谁？马兰姑娘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这样啊？告诉我，到底是谁？是抓我的那些汉人，天不哥，我快没有时间了，心里。却有好多话要对你说。你说，你说，我在听。马兰，马兰姑娘，马兰，马兰，宝玉姐。你知道吗？我曾经在我心里面很嫉妒，很嫉妒你。有这么一个男人，一心一意只钟情你一个人。现在我好羡慕你，因为
你可以陪着天福哥，等我天长地久。马兰，马兰姑娘，你是为宝玉姐哭泣，这次是不是为了我？再说，我愿将全心全意都付出，无言无悔不说。星星，记得，你一定要记得，找到那颗星星。如果有来生，马兰，马兰，天福哥，我好冷，把我紧紧地抱着我，我好冷。
抓我的那些汉人。是金长顺的人，我要去找他，我要去找他们。你要去找严一庆？对。去找你，你有没有看见他？你说话。看不到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做。马兰他，马兰他怎么样了？马兰他是不是出事情了？啊，你快说！马兰他死了，他已经死了。马兰他，邓伟，邓伟，他怎么会？他怎么死的？怎么死的？他是被人害死的。有人杀了他，是谁害死他？是谁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妹妹交给你，你为什么保护不了她？啊！我人在哪里？带我去见他！你告诉我都不是真的，你说话都不是真的。Thank you.
会让马兰白白死去。我一定会把凶手找到。我是马虎爷的忠告，我谨慎行事，誓不为人。这几天，部落有好几个女孩失踪，一定是被汉人抓走了。有关，我想要做女人，难道是？大家都拿去。阿月，是你，没想到是你。李忠很难见我。肯来接我，来。对，我来见你。我真恨不得再也见不到你这个地方恶霸、土豪劣绅。阿勇啊，你怎么这么说的？我说错了吗？难道我说的不对吗？我不懂，我又做错了什么，让你要这么恨我？你做错了什么？你为什么要杀了山地公主卡马兰？他究竟跟你有什么深仇大恨？你要这样欺负一个弱女子？你说什么？那个发射公主已经死了。她是怎么死的？为什么说是我们杀了她？你还问我？难道你不知道吗？我真的不知道。我怎么做这种事情呢？阿勇啊，你要相信我，这件事我绝对没有做。不是你是谁？不是你是谁？这是柯马兰，他临终前亲口说的。怎么了？你现在没话说了吧？你总不会告诉我，一个人连临终前说的话都是谎话吧？哎呦啊，过去我做了很多不应该做的事，可现在我已经想清楚，我不会再做这种罪孽的事情。不管你认不认我这个父亲，我只要你相信我，这件事我绝对没有做，甚至我一点都不知道。殿下，最可贵的是亲情。我已经年近半百，这道还有你这么一个女人，这是上天赐对我的恩赐，我自己知道要惜福啊。不会，柯满兰不骗我，不会骗我的。就算不是你做的，那也一定是你们的人做的。你相信我，我会查清楚这件事。如果这是我们所做的，我会给你一个交代，给范氏一个公道，可以吗？你要怎么做？要真的是你们的人，你又怎么做？
过去我们做了很多错事，人家范社都原谅了我们，那么现在还有人这么做，那就更不应该，要让他们偿命。我愿将全心全意都付出，无怨无悔不说苦。过去我们做了很多错事，人家范社都原谅了我们，如果现在还有人这么做，那就更不应该，让他们偿命。好，这次我就相信你，我希望你不会让我失望。阿玉，留下来，往后的日子让我照顾你。山上，我只希望你查出凶手是谁，我就已经很感激了。阿玉，阿玉，快点，安中宝宝又要上山，不要让他知道，也不要打扰他。是，我怎样安装走？泡茶吧，清凉解火。老板，我想请教你啊，这为什么叫茶铺而不是叫茶交呢？哎呀，小伙子，你拿我开玩笑啊？我们哪有这个资格开茶交呢？没有茶树，没有地，用什么来开呢？来来来，喝碗茶，我们交官一下。交官？什么叫做交官呢？大家都是这么说的。以前货船定官叫交官。叫着叫着就成了交官了，也就是什么你交啊不交的。原来是这个意思。老板，我想请教您啊，这里什么地方有女人在做生意、啊、哦，你是要开杂货，弄了半天不喝茶，你开杂货。走走走了，干！刚刚买龙少爷啊，听讲最近过来叫很多啊，袂歹哦。哎，对对对，我做这个生意不好。这有这个事，真的啊？刚才我怎么走？那个哎呀，那班桥过遐，我看到红灯，就是啊。哦，那少年的走过来陪。这是今天分红的部分，您收下，给兄弟买个茶水喝的。
让你去为梦想追逐，做你的依靠不做束缚。当你拥我在怀中，笑容后的脆弱再藏不住，我的心希望你保护。我愿将全心全意都付出，无怨无悔不说苦，一生一世守候着你，愿你春去春来照应我。只要悲伤的孤独心疼你清楚，女人都希望被保护。受到冷落也不哭，只为爱最深处，让你去为梦想追逐，做你的依靠不做束缚。当你拥我在怀中，笑容后的脆弱再藏不住，我的心希望你保护。我愿将全心全意